请坐。哦，咱继续落去吼。这地神公迄个时阵才23岁，你阿娘23岁还阁真嫩，但是加变，所以吼、哦，伊吼脱灰色吼，啊，转吼起变，哎，是无，无是，有变无，无变，啊，要安怎控制？伊本来是文人的大宗哦，啊，这儒生的环境啊，吼、哦，伊国语起兵的时候，甲伊的小弟郑士喜，哦，这个名爱注意，哦，郑士喜哦，这个买酒哦，买酒这个人哦，以前讲受益，伊要死的结果，这个来掌管王位。不是伊囝哦，伫经哦吼，啊，这内底还阁真困一个代志吼，啊，出门有18人在斗阵吼，啊，头一项代志吼欠资金，啊，拄好分两台船位日本倒来，啊，这位日本倒来，这两台船是伊质量的，伊抢这两台船，该老爸船该抢哦。啊，所以就有资金啊，哦，增资金10万，哦，啊，去到南湖，搁有数千人加入，将高龙寺，高龙寺在倒位，高龙寺在下方外口一个隧道、小道，叫高龙寺，哦，啊，伊因为伊不单单日本大汉。日本的迄个武术的境界吼，拢保护啊真好，啊所以讲去日本吼、哦，要买境界200件，拜托日本派兵3000来中国。诶，这个人有国际观的，哦，有国际观的，伊在咩日本出生，无共啦，哦，啊，但是日本吼无该派来啦，无教员艺术。这是日本的迄政界的三吼，我大家看，日本的政界吼有在保护，所以以前讲有这个观念吼、哦。这个一开始吼，第一，伊爱抢一挂人，哦，抢一挂所在，啊，抢的所在对东西吼。用海产的方式，然后你占这个岛，伊占这个岛，伊咱占这个岛，啊，各拢是家族，哦，姓李的哦，啊，因老爸的小弟啦，堂兄弟啦，哦，一人占一个岛安尼哦，啊，但是伊就去把一挂所在哦，要安怎来统一团，哦，1647年，哈、哦，啊，伊破九都攻张平。龙岩，龙岩是内庙的一个所在吼。七个跟阿叔吼，祖父吼，合国泉州，啊，清兵失败了吼。啊，有一挂武将吼，啊，这武将内底有甘辉吼，这是龙，啊，叫安南龙、西龙，这龙你注意看吼，龙吼，要就改做这个龙。哦，西龙哦，西龙是这个以前讲的部族，哦，阿尾就离开以前讲哦，阿伊伊哦，伊去占这个高龙寺哦，就是讲哦个四代尊啊，这个四代尊啊，你爱。接高老师是因的亲戚在接的吼，啊，无该防备，所以吼、哦，高老师也会接去，吼、哦，啊人数吼、哦，渐渐加到40000人，晋江啊100代，古古地就是金门甲厦门，
所在。啊，隔当年吼，即、這个伊知影讲，即、知影讲，迄个另外啊，佫有一个明朝一个王吼，吼、哦、八王吼，啊伊叫洪八王，甲人讲伊还佫一个皇帝，就是八王，明朝的八王吼，吼、哦，所以啊，即摆真正是讲，以前讲的老爸捌当个目口澳门寿喜。即有即个什么人写一本书的《The Life of 郭姓啦》，吼等等等啦吼。啊，伊即、这个即、这个郑芝龙有一个教会名叫做尼古拉斯，尼古拉斯，尼科拉斯，吼、哦、有即个名啦。啊，嘛会通讲即个荷兰文，吼、哦、啊即、这个。结果有一个吼、哦，永历之折磨。伊这个时阵吼，当时永历皇帝的老母嘛信天主教，你呐？以前讲因为二十三岁就开始做通婚啊，个吼，哎，啊，面对治军真强，嘛真歹，嘛真歹，吼、哦。自身经验啊，真歹哦。为1649年到1661年，伊开台时的将领75名，台时家己的将军吼，哦，还官吏75名，就是讲，你今日做战的是确战、惊战、战败，哦，啊，其他都有受罚，也够高了。啊，无分男无查某，拢个大杀的所在有八个所在。哎、欸，而且讲也无乖嘞，赌城嘞，哎，赌城啦吼，这一个代志吼，知我大概知啊吼。但是伊吼奖赏吼，赏人吼也袂手软啦，台湾化台赏吼赏吼有。30余元，有300余次，好、哦，提升奖赏、爵赏、提授有300多元次，就是300多名，哦，啊，受伊发的有30多人，哦，每一次诶奖励的原因哦，拢是正，你有够少见，啊，有诶人哦，有一个人哦，啊嘛有人哦，即。过去来的先不能变，哦，所以吼、哦，其实讲吼，敌军正派，敢甲你削削，敢互你钱，哦，啊嘛敢甲你抬，所以吼、哦，伊敢若占这个金门、厦门哦，这个配他的大个所在哦，有法度甲清朝抗争哦，40年，这不是无道理。所以伊的军队就是确实不敢独退，你哦，你若惊，哎、欸，这场战在战后战后呀，对方那些用哦，哎，确实你唔敢独退，啊，你若用的人啊，无法度独进，哦，但也用陈列心力聚集，所以伊的军队哦，正好少见。那么完全对。对是在金门、厦门有四十一边的重要战役，有四十一边的战争，吼、哦，拢是以前讲指挥，其中34边胜利，7边失败，吼、哦，啊那最近哦，赢的拢是以前讲这边，吼、哦，啊，但是有14边哦，派兵去远的所在哦，拢输了。啊，伊个部队吼，吼、哦，诶、欸，有即、這个即个部队吼，啊，船叫做大部分叫做福船啦，吼、哦，吼、哦，亦称大船啦。即船当时用个船吼，西方世界讲汉人民族用个这款船叫做 Jack，
就是将可言入名是啥意思？不做不做主的，那叫做将可。西方尊哦，沿行前进，风风为后边吹暗路头头前只，伊那种行旁尊嘛。但是风若为对方来，伊嘛是尊，也可以使安尼进安尼行啦。买会使前进就对了。啊，那即汉人的船哦，我都前进啦。哦，所以因要来占台湾的时候，讲台湾卖占。哦，你都爱哦，乘北风而来，探北风，才有得发到罗南来台湾。啊，车南摸得顿，一年得一个来回啦，你要占台湾要爽。就是。航海技术，咱这个汉人差这西方世界差真远。哦，啊，伊的战争的方法，有梅花战法啦，吼、哦，等等的这战法啦，吼、哦。啊，这就是福船，吼、哦，当时的船是安尼。哦，伊在做一个好环境，吼、哦，以攻为守。其实是爱防守，但是我拢甲你拍，来接，哦，一战两战，哦，伊一个唔强，但是爱讲就是，以前讲哦，伫做即个生意吼，有钱，海上赚真多钱，但是欠什么？欠良心，哦，无良心啊，因为海花哦，一说过啊，你。你要吃一块饼哦，吃袂饱，哦，所以这是你是讲的这个缺点，哦，啊，这是一个大将军叫做周全兵啦，周全兵啦，吼、哦，要快紧啦，吼、哦，来，这个一六五零年十二月，哦。一九五一年，李成功奉召秦王，李成功吼，永历皇帝讲，你来广东来甲救，吼、哦，来甲救，爱就奉召秦就去，啊，伊一出门吼，兵啊拢扎扎扎，伫厦门吼，老伊个阿姐郑芝纨守厦门啦，但是诶，阮就。阮前人知讲，你甲兵调到一大部分啊吼，嘿，我即马要来拍厦门，厦门迄阵叫中左所，吼、哦，啊，威胁伫岸边的郑芝宝，哦，因为阮前嘛无船，伊讲派未来船渡海，哦，啊来厦门哦，哇，专该伊给迄个百万黄金。被抢被焚一空，这个是战争哦，来给你抢哦，叛一波地，叛李成功去南下秦王的时阵哦，啊，这个南下秦王的时阵哦，给啊，大家厦门向攻了，大家兵啊吼，甲李成功斗阵的兵啊，想讲啊，无回来救啊，啊，李成功讲败啊，咱的皇帝都伫头前来尔。哦，啊，但是马修也无法度去倒来救，哦，来救厦门，啊，厦门伊一倒来，哦，一倒来就解决了，哦，这个啊，这晚清哦，会变个拍仗，啊，但是这个时阵哦，伊就爱来奖惩，哦，奖惩哦，就是因为李自强投清了后，伊的兄弟啊哦。那困难做代志才困难，譬如说讲，哦，伊甲威胁郑宏达讲哦，恁兄弟惊，恁大兄李自强在惊啦，哦，在北京啦吼，恁老母在安平，恁老母在我控制的所在，啊，你要划船无？你要划界无？你若无划界，我都，恁兄我都甲你抬死，啊，恁母啊，我嘛甲你抬死。看你在那种，你敌我意识转，那搏起啦，那唔知他敌人家
甲非敌人，都唔知影，所以一道头清，哦，转到叫清朝的地哦。而且讲，这回回来吼，专家伊这个阿姐，赞，哦，这嘛真歹的，阿姐歹死，吼，哦，啊，对幽宫的西龙，哦，为占台湾的买主。高清的西龙吼，收200粒牛魂加2滴吼，滴滴吼。但是第二呢，高清吼做成思想的分支，敌分歧吼，哎，分歧在叫敌我意识迷惑不清，敌我意识迷惑不清。哎，起码咱有发生这种。有哎，对，这方面是发生了。咱嘛就是连接问题吼，爱注意，这就是咱看以前的代志吼，嘛知影讲啊，即阵哦是安尼在发生吼。啊，之前讲甲厦门改做司明州啦吼，就划定啦吼。啊，伊在厦门吼。啊，厦门附近的所在吼，哇，真侪所在都在建吼。五月以前讲华南南溪漳浦哦，海城啊，等等吼。因为以前讲是伫日本哦，有到个七月呾离开日本，有看到日本的武术哦，啊嘛知影讲剑甲真重要，所以吼，伊设置铁人部。铁人部队是啥？就是讲，伊看到那装备较好，身躯放铁片，伊会吼，啊你带台来、钱下来，啊我都把拢拿袂起啊，也袂着伤安尼。吼，啊但是这个物件吼，铁架吼重30斤啦，啊要安怎处理？你30斤派来，你无路都袂行的咧，啊要做安尼解决？解决就是讲吼，袂行就好。你即阵袂行着，但是吼、哦，咱即马开始训练，咱所谓兵马，即、这个脚吼抬30斤，会刷沙包放咧刷脚的。啊，你哦平常时出去外口要食饭、要创啥物哦，拢抬30斤的，会刷伊的吼。啊，即马刷个便宜上，提我见价落去，30斤都无啥当。哦，我们这方式，哦，啊你，啊，这座铁面，哦，这个剑甲铁面，哦，啊，创一个石头，哦，有300斤重，哦，啊，恁来对啥人，哦，伊家己亲自，哦，以前讲亲自一个工人，哦，你家这石头300斤的石头摸起来，行这操场行三日，哦，合计。5000个人合计，我嘛袂少人，即挂人叫做铁人，每人每个月服阮3年，哦，真大伊都叫人，敢互你收金，敢互你钱，哦，啊就是，但是你爱有迄个能力，爱有迄个体力，吼、哦，吼、哦，即个铁，以前讲个铁人部队，吼、哦，即张图吼，这是荷兰人画的。话讲，以前讲的铁人部队，即种铁甲，哦，讲即铁甲长啊、砍啊，迄个脚头有劲啦，哦，啊，即路人看我脚头有劲，哦，啊，闽南，啊，伊讲即以前讲的部队哦，真勇，隔壁人哦，去互咱个枪拍死哦，伊还阁无关的，拢伫了还阁伫了，哦，这是铁人部队，所以以前讲有法度敌，甲完全对抗哦。真重要，一项代志。一面吼，佫绘有彩色的标纹，嘿。咱即马敢若看到真侪人伫面吼画甲乱七八糟吼，哎，迄伊迄阵都有啊啦。哦，4、8年前都安尼面都画安尼啊啦吼。哦，啊，行大多，吼，伊。以前讲，还佫有一个所在吼，还佫有一个部队吼，叫做吼银牌。
顶白吼，顶是啥物做？顶是树啊，种物件。啊，这顶顶吼，你挤下来吼，会动的，会动的。啊，轻，吼、哦，啊，你来穿铁甲衫30斤吼，重的吼，啊，你要过溪的时阵吼，啊，就放个。放在这个顶牌顶头哦，啊顶牌已经当做跟咱船的压吼，哦那个浮起去，所以以前讲有铁人部队，有顶牌部队，哦，啊顶牌的部队嘛是真勇，咱伫真侪吼基督教的圣歌内底拢讲哦顶牌部队哦顶牌就是咧讲这个吼，哦这顶牌部队吼。啊，用的刀叫做缅刀，讲缅甸做的刀刀啊，较大一块，还是安怎样？哦，哦，啊，金牌哦，会剑法，金牌会剑法非常有六种，哦，金牌是按按这个金牌，我稍微你看一下刀的这款，但是这个哦，这是在观光戏用的。哦，拍骨头会开开裂形哦，我头壳记啊，这个细节啦，哦，这个是中华长尾鱼，哦，伊见这个人，伊讲伊知顶牌是啥，啊，佫厝个佫有一个我通去，哦，这是2002年到月17号日，哦，啊多啊，佫很多啊，啊这顶哦，可能是东西较大个。金牌的做法就是会折弯，因为迄圆的对无，会使滚，吼、哦，滚向前去，专门哦抬这马脚。马兵来的时候，马嘛是有武装备的吼，但是马脚的时候，迄关节迄个所在动，一定无，无迄个保护的所在安动，吼、哦，得专看马脚。啊！在草的掩护下，吼、哦，我顶白登船，在海景中吼，中吼跳下敌人的船，甲怪，两个人、三个人一组，一个人夜白做掩护，其他的人抬，就是讲顶白吼，唔止一个人在做个，两个人、三个人斗阵吼，做一组吼。哦啊，正人吼、哦，结规堆哦，哦，结规排哦，还是中正的，啊，搁是顶排厝，啊，厝就是咱大厝哦。这顶头嘛，把你盖起来，这边盖起来，顶头把你盖起来，拢盖起来吼，哦，正讲这是正的。啊，还搁一个叫做大帽子阵法。什么叫大帽啊？剑法，这是马手吼，这秦始皇朝的兵，去予完成铲除了，所有台湾人吼的兵吼就40000名，这40000名完成会相信的，对我都无法度相信。阿要安怎？迄阵啊无汉奸，无你早去当炮灰啊了。迄阵哦，就去制造一个雅克萨战力，甲苏联战，哦，甲台湾兵常用的哦，摕去甲苏联兵战。这热带兵甲你囥在迄个黑龙江以北西伯利亚去啊战哦，都叫伊去护死的。哦，啊，但是这顿护死的时阵哦，这场这战役哦，台湾兵无死。安怎来无死呢？因为苏俄的兵士。坐迄种木筏，哦，木筏就是插困困的，啊，顶头会当徛人吼，啊，徛马吼，人马啊，伫顶头。啊，即为黑龙江乱，啊，台湾兵呢全跳在水路去，顶头行，行盾牌，啊，就顶头你关，你个自烧拢盾牌嘛，啊，下骹刀啊，甲你，为开甲你摔落去啊。啊！苏联那边大败哦，这叫做大帽子阵法。
而且我看到家己训练出来铁人部队、金牌部队的时阵吼，哇，真好，真欢喜。伊讲安尼，我就上用，我都有法度通来解克服即个困难吼。即个，啊，咱知影台湾吼。1683年，西隆来打台南吼，就是这個西隆吼、哦。啊，西隆奈为郑成功遐，离开郑成功呢？吼、哦，西隆原名原名吼、哦、是这个龙龙吼，啊，尾就当改这个。伊、哦、到这个郑成功的时阵，也阁真好了吼、哦。啊，但是真侪事件吼，吼、哦哦、有发生着一个单兵。即潮州人吼，吼、哦，戴维哈啦吼，啊，戴维哈，啊，佫有一回吼、哦，以前讲命令西隆吼断桥，但是西隆佮清军对敌三江，无法度当做个这样代志。以前讲真想讲生气吼，讲，就该讥笑，哦，讲连一条桥也拍袂起。所以吼、哦，发生这个甲李成功无相好的代志吼，啊，还佫一项代志，佫较严重。有一个吼、哦，部将一个叫做曾德，曾德吼、哦，曾德这个人本来是西隆的亲兵曾德啦，啊，伊怀去西隆遐。就去郑成功做郑成功的亲随啦，就是讲护保护的迄个卫队啦吼。啊，一日哦，叫西隆官就抓掉，啊，准备要来发。这个时候郑成功下令袂使杀伊，但是西隆不该杀。甲郑成功命令讲，这个人袂使杀，爱该杀死。啊，郑成功真不欢喜，都甲西隆抓掉。但伊个小弟施显，但因老爸三个人规个船咧内底，啊，困咧船咧内底，啊，去啊，有人来访问西隆，啊，西隆出来就来骗这个，来告伊个讲，阮大兄，阮诶大兄甲这个阮老爸拢在船顶，好，这个你是。以前讲无要甲阮杀啦，是要叫我捐两领职甲吼，啊，所以吼、哦，我出来办件代志，啊，出去都溜走了，无顾着因老爸甲因大兄的性命，结果因老爸甲大兄全叫以前讲杀死，吼、哦，叫以前讲意思，啊，所以西隆全走去完成呀，这就是为什么西隆为以前讲这边走去。完成了，哦，啊，过来，伊到底完成了了，伊个吼，又陈斌吼来导航，啊，陈斌导航了吼，伊就讲，啊，你怎个导航也变好，你为这个门子个吼，啊，怎么说咯，换五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啊，五个人甲一组行啊，一个所在，吼，可能行一公里的所在，一个所在，甲你五个人的武装拢甲你带住，过去五个状态，按一声一声状态，啊，几千个人抬死，啊，销售千有余人，啊，再过坦成兵，这是西隆达成公报私仇，这西隆的气度也不够大，吼、哦。啊，即摆来咧讲即个当时的环境哦，当时的环境就是讲，即、這个郑成功伫厦门、金门、泉州一带内无法度甲消灭，所以有人甲建议，甲北平政府建议沿海五策哦，五策哦，即头一条即真正厉害的物件，沿海四线哦。所有人退30华里，30华里来对，
袂使住。诶，海边是掠鱼做盐生存的好所在，啊，三十外里拢退个。啊，即款人，即款人要去多食，所以。第一个晚清作战中间，汉人损失上大，就是这条命令。四省沿海三十八里，贴地上，一个哦，甲所有船只全部烧去，寸半不准落海。诶，咱家己的船哦，晚清管的船，家己烧去上，伊讲。啊！你查啦，拢连查都拢该做小意思哦。你都无准，你都无材料通做准啊嘛。啊，你个准会烂去嘛？哦，啊，都无法度来降温啊嘛。哦，这拢是害着这个，害着这个当地居民的汉人啦。啊，都阮因为阮有人无要紧啦。啊，煞咯，李子龙爱给抬，哦，搁煞咯，因为。当时注重这个，这个叫做风水，哦，风水的代志哦，所以哦，把这个以前讲的祖先的坟墓哦，来提炼嘅，哦，挖掉，哦，搬迁，哦，这块代志，各地啊，各刷落去哦。即寡吼来导航的兵吼，来配去各县吼垦荒，就是去做奴隶，哦，做奴隶，哦。所以当时吼，完全是讲，哎，很闹一款的，完全家己的人嘛，人反对的讲，闹家己限家己的所在啦吼，这有啦。但是，当时就是安尼吼，因沿海一带吼，冬日出事吼，按规章来对，官兵一到吼，所谓残储、家散、坟墓都无去啊吼，所以这是真害一个物件啦吼，啊，工人、语言吼，鱼啊袂当抓，盐啊袂当做。所以当时吼，伊这条路发出事件吼，和地经在台湾吼做盐吼，盐海水泡泡在度打咧，哦啊都做盐吼，去赚一笔钱，运去中国吼，这个盐哦。啊，但是本州人是相信，免做盐，坐看其死，我坐都看你死。哦，啊，提案的人是汉人，受害者是汉人。嘛唔是温州人，即就是做汉奸哦。伊根本有家己的公民啊，㖏吼，啊，就死一寡家己的族人啊，无要紧吼，就是安。即吼，即以前讲老爹吼被蝶刑啦。好、哦，这就是讲，哎，分尸啊，哈，啊，祖坟被挖，哦，这种，这块代志，这就是人体分裂人体的酷刑了，哈、哦。西戎、黄吴认贼作父，我民族异姓，所以后人。后边人讲伊做叫做汉奸，哦，但是西戎在台湾哦，西戎来占台湾，占台湾哦，伊就什么好处？台湾迄阵已经开发的土地有18000家，爱一个人哦，把7000家囥伊家己那边，哦，啊出咧为做官分1000家了，做咩分不呢？所以台湾的迄个土地的所有权吼，毋是一块地一个主人，一块地吼有三层的关系，就是一个是伫做产的，哦，
做产的，啊，一个是小组，啊，一个是大组，啊，伊这人就叫大组。在这恁捌拄着小组大组吼，就是当时的情形啦吼。这个西戎黄吴吼，通过分化历史的教育。定啦，往个分化啦吼，啊，即分化吼，有一寡分化的代志吼，嘛是用作为以后的参考啦吼。啊，之前讲有一日，伊的敌人的军队有一个人吼，有一个洪山尾有一个陈进吼，对方的阮清的别的迄个将官吼。怕伊个奴库城洞，其奴库城洞，怕伊个奴隶库城洞啊！库城洞专哦，甲伊个主人陈景来呢，啊，头壳切来，啊，摕来之前讲个呀，阿尼，我来甲你递功劳嘛，你个敌人个迄个将军，我都甲伊杀死啊！阿尼来，之前讲秀。有收益的功劳，但是真感慨讲哦，做仆人，抬主人而射之。我一切做破的，你抬你的主人，啊，我给你下面，啊，你就是天下无形的，按天然那种爱情法。所以李显公虽然有秀，嘛是把这个抬伊主人的。即罗咧来抬死，这点讲起来爱知影。这点就是讲，咱做一个大干也好，做一个汉干也好，啊，你抬死你的主人，啊，去甲对方人会甲你欣欣赏，会甲你欣赏。哦，你若拄到之前讲的人会甲你，啊，拄到垃圾人可能哎，安好你加抬两下，我都有法互你收。有无？有可能两个答案嘛，吼，无一定拢歹答案啦，吼。但是你若拄着以前讲安尼，嘛是死啊，吼。无巧吼。啊，你为漳州啦，吼，为漳州。以前讲为漳州，漳州内底的战吼，即场战争个真严重。啊！之前讲挑工，阮就兵要来救漳州吼，好，互你入去漳州城，过来危险。啊！你人愈多，入去漳州城，你内底食物就愈少嘛。啊！大家要就人食人，吼、哦。啊！你袂使那么厝的吼，讲起资本呢，你因为你资本吼烟囱有出烟吼，哎、欸，我这个有当食，来就来抢，哦，这漳州城变做安尼弱肉强食啦，哦，啊，人食人，人食人也挺多了，哦，啊，这是一个地图是厦门市地价，啊，金门地价，漳州地价，哦，这完全拢总四兵征兵来救漳州了，哦，啊，漳州这场战争耍了后，哦。统计半年间哦，有40,000人，船沉几千台，漳州人50%，死的路着伤后70%，暗着中死啊！哦，战后吼，该乌沙大窟吼，啊，军民拢总死亡73,000人，嘿，73,000人，东西一个都市闹73,000人。那么是一寡家己的人，一个外来的人，所以这场漳州的战役是真大啦吼。也个有真多战役啦吼，叫海城啦吼，啊先以前讲先地雷阵啦吼，啊都甲阮这个兵啊吼安尼爆发起来吼。但是有一个叫做老伯烟啦吼。在漳州，一个老伯烟哦，
哦，这个人以后在台湾要亡的时阵，还佫出一寡难啦吼。啊，咱头前有讲，第一遍李显公南下秦王，啊，拄着将拄着迄个无因的厦门吼，厦门受着即个秦军来侵入来，所以第二遍哦，要过落去南下秦王的时阵吼，伊吼伊都无亲身落去啊，吼、哦。第二遍吼，伊都派人吼。哦，去红个陆路去个安龙所去，甲永历皇帝讲，伊击退秦军的建议，吼、哦，所以皇帝哦，赐予一个叫延平郡王，哦，所以这个延平郡王这个名吼，哦，即马咱像我代表延平北路吼，哦，就是这个为这个延平这个所在吼，这个名安尼来。但是这回吼、哦，这回去进落去进攻嘛无成功，无成功一出海吼、哦，落去的时阵吼，这个永历帝吼、哦、已经先战啦，啊，战书搁走入去国家内陆，啊，那国家内陆伊都无法度入去，啊，都转这回啊无功而返啦、啊，哦，这就是讲的。伊建来个这边吼，这是海南岛吼，啊，这是雷州半岛吼，啊，这澳门马靠吼，啊，咧李显公有两次北伐吼，伊感觉讲，甲陈英华吼，问陈英华两个参军呐，陈英华就是。咱有讲嘅，发表即个鸿门天地会、鸿门天地会，即个鸿英、陈英华吼，陈英华就来建议讲，你吼、哦，干脆你拍咩拍南边啦，拍北边，拍北边吼，咱南京人得着，抓落去四川、湖南、贵州、福建、浙江、赣、江西吼、哦，江南就垂手可。所以我讲安好，咱来拍北边，哦，啊有两边，哦，头一边哦有170,000大军，哦，有水师骑兵各50,000，哦，还有20,000兵哦来配合，哦，啊，叫这敌台，敌台先注意，这敌台，哦，泰国的台，哦，修厦门，哦，啊专去建，哦，啊去建的时候哦，女眷。一随军出征，这查甫人也跟船行，啊，那查甫人那也跟船行，因为你一台船来对，这安在船顶啊，啊，你木啊，该放在船的来对，啊，规家口啊放在来对，因迄个时阵在做些是安尼，规家口拢跟船在行，哦，以船为家哦，所以女眷也去。啊！这回战争哦，这回战争拄着洪灾，哦，啊，洪灾的时候哦，飓风怒发就洪灾啦吼，死80,000+人啦，我都这第一次出征的戏哦。李显公之妾有6位，李显公的妾就是讲岁已有6个啦，今麦叫做啥物啊？三小呀，小三，小三哦，大家都知啊。我喜欢这些三小，可是我三小，什么小个的小三？小老婆第三者，所以叫小三。小三，哎、有两个中国字。小三哦，不，小三有六个呀。啊，第四个囝郑瑞，第七个囝郑玉，第八个囝郑温，向英奇。以前讲北伐拄着洪灾，死6位、4位，有6个某，4个囝死，哎，伊毋着过无？
哦，第四件，哦，是，哦，一定有八个机械，也够八个啦，哪个以为够八个啦？就是有十四个啦，哈、哦。以前讲有十个件，哦，精聪明睿智宽裕温柔方，但是八字第八件温，第九个，第十个，三个拢是一父子。三个东西哦，以前讲死掉才生出来，叫做遗腹子。哎、欸，当时拢记大伯哦，啊，查某无算小，查某无算小，当时拢算大伯来听哦，哦。第一遍出北伐十七万人，啊，死八千，啊，即嘛第二次，1659年，佫派十七万大军佫去啊。时间都差不多啊，吼！大家爱是去带家属到阵，吼！啊，这啊，因为战争是安尼子。第一，到个长江，到个长江的时候，这个前军就提马兵，吼、哦，有前军的马兵重用，啊，就你等等伊啊。啊，即关这个李建功派四大军，四大军转溯江而上。哦，啊！伊因遐吼买兵无，直直甲你订，直直甲你订，订到遐，订到到原来所在，所以我一个头四台船咻过来，顺水嘛，好来，哇！啊，做买兵佫飘飘拍个，啊！啊，一边、两边、三边，啊，哇，四边，这个买兵真忝啊！袂讲去贴，即嘛好，你贴咧就我拢坐咧船尾后面开啊咧，我都甲伊写，所以即、這个事情讲哦，即、這个战争袂甲伊赢，吼、哦，即哦，哦三日夜不息啦，疲之啦，吼、哦，哦啊，所以即个事情讲个变吼真赢，啊、哦，毙千余人，啊、哦，所以即个是。第三次战争吼，即以前即即船吼非常开，啊行这边上海啊行这边，啊去个扬州，这是1659年，李成功被发图吼，哦啊这个战争虽然是赢，但是李成功吼上当，要怕人家。你怕南京就南京的迄个修下的人讲，你们，哈，我投降，我安怎投降？我若30天才投降吼，输吼，我无罪啦。我若30天把这城吼拍无用，我会叫人去抬头。啊，你卖给我人去抬头，我30天你要把城给你嘛，我30天嘛。哎，你想讲我 OK？ 哎，上当。这回也就上当，因为30天完全个所有精锐哦，兵过来给你，来给你接。啊，这30天的时间哦，你的军队哦，特别你钓鱼啦，哦，去佚佗啦。啊，等那军队敌人的军队来的时候，哇，你要应付背负啊。所以第二次北伐不失败，哦，这个本来是要拍下南京，全转南京无拍了。对，所以残缺哈、哦，1/16的，1/8在七战炮火一样，战将损失12人哈、哦，啊，收拾残兵哈、哦，存你的第30%那里啊，所以这回渐渐哦，胜功不赢了。我话今天讲一讲啊。多谢各位的听，啊，唔知有啥问题无？我紧，好，安尼好，今日，楼卡唔点心，啊，大家听下就去楼卡食点心。